来，退后，退后，退后。那个蔡总，我们退，退，退。第一门炮啊，平安吉祥。第二门炮，我们邀请罗志正立法委员、戴尔山议员，还有黄淑君议员，以及咱国语宫、国语宫的主事董事长，今仔日参加国语宫。先看前方点发挥。谢谢我们的，我是我们的立委，戴尔山议员。
个道路哦，啊，把那个卡龙扭出来哦，让现场的花车可以顺利的往前前进。好，今天呢在现场，其实我们非常短的时间，好的，快点，那你们呢透过镜头，透过直播，就能给他表达哈，来送我们的选手训练，好，那你们如果进行基础舱务要进的现场，我们进第一个，请上我们的圣驾车。好，我们看到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啊，在那个社团里面辛苦了，辛苦了。是，谢谢大家。
那么在这一次的活动预告，我们相信大家应该很早之前就有收到讯息哦，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详情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盛典依然也会透过我们的亚洲广播家族、台湾教会情报局全程来做转播。有一群很年轻有为哈，以及大家居这样一代一代把这个传统话传承下去啊。是的，谢谢，这是我们的青年军们，哦、谢谢大家，谢谢。有几位的好朋友啊，真的。真的年轻的愿意来将这个传统文化培养，也就是传统乐曲啊，代代相传，当学习传承，他就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是，我们其实也很相信哦，在每一次的盛典，你会感受到很多的感动。对，真的。对，尤其看到那个哦，资深的啊，那个老一辈哦，看到那个少年囡仔做未来参与，其实在我们心里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感动存在。而且就是从他们前面领军青年这个帅气，到现在看到老一辈这些帅气不羁以及这些文武啊，这个哦，就是一种感动的呈现。是。神将是妈、哦、祖的神将，对，然后到今天又看到韩美化哇、哦，其实每种做韩美化哎，对，我们女将其实很难得看。那昨天包括还有这个妈祖的神将，对，然后一大卡波，而且非常美丽。他昨天有一个小细节，他穿的绣花鞋，对，对我觉得非常的用心，非常用心。然后踩的也是这个人家讲的小小的莲花布，对，啊，拜的其实也是这个灵波，我不懂微微蹲那种感觉哈。好，今麦看到是咱的圣驾车，在这边呢有集结了我们从我们的北台湾非常非常多的咱的圣驾哦，咱的天寿信庙，咱的五谷神庙，哦，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多哦，咱的国有桥，是是是，今天一样呢，也是众仙来贺，万神来朝。我等下要今天给你加一张共沐神恩，对，一场盛事啊，不止人的聚集啊，是众神聚集联络感情的一个好机会。是的。谢谢，这是我们的五音殿西秦王吉兰社。那西秦王爷呢，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个神啊，哈，一定是做敖丁位，一定爱拜这个西金王爷。其实我对，是的，是的，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月神啊、戏神啊，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存在，都很对。关于民间的这个传说啊，包括他的人物定型，对，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奇闻异事，都是让很多世人津津乐道的啊。你们信不信？感谢咱的众议员，感谢咱的众技术代表，今天给我们的林参谋，谢谢。首先感谢我们的吴友义吴委员，再让咱转配咱的技术流光永东的林。感谢咱的驾炮，你们信不信？感谢转配技术流光，谢谢，欢迎。这也是我们台湾寺庙金兰对我们的总会，我们的总会代表。今天的热闹队伍也是由南到北，是的，我们的这个圣人团队，没错没错。今天给大家放个那个妈祖啊，他们那个我们就是跟那个人送候，让我们呢这片土地更加的祥和，让各位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昨天呢，从我们的 KV 跑到整个队伍呢拜的完成，这样正式出发，经过了两个半小时。对，那今天呢，我们也很期待，究竟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啊，在我们今天的阵容，到底又有多少惊喜要跟大家来分享？开心，对对对，这大家一定要开心。
陈显九坤。而且你有发现，像我们的鹿耳门的千胜将军，你就会感觉到他有点历史的意味在里面。对，他那个从外观啊，服装，就跟比较现代的就完全完全不一样。对，那个勾比就出来。对。比的这个雕像有没有这个雕的方法，包括它的颜色，所以因为他们这些师傅的雕工啊，可以从这些神像的照片，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可以知道这个庙的历史年代，可以知道这是出自于哪一位师傅之手。而且其实从庙以外，这些神像、神教，甚至庙很多的一些文物，可以看出这些庙的历史痕迹，都是一个见证。没错啊，你再给你那个江后龙的凤舞，那连千岁将军。那很快就在我们的千顺将军之后，就看到咱信庙的那个流线，以及咱的信庙信道。稍等一下呢，也希望听到大家呢能够用最虔诚的这个心意，做回来给咱永延信道。来，咱现场的朋友，卡拢小牛开，等下是叫要来庙前啊，好麻烦大家，谢谢。感谢，谢谢今天的感谢嘉宾，是我刚好在我们隔壁的哈，这也是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间宫庙，未来欢迎到我们的板桥接婚期，来欢迎到我们的板桥接云寺，刚好就在我们的慈惠宫的旁边，可以比邻而居了哦，好邻居好朋友，是一起守护这个板桥大是的。哇，今天呢一样是阵容非常的坚强，真的对，所以在热闹的声势连续看到两天的国光，是，对，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帮助这么开心哦，我们专体我们技术团队，那在这一次呢也为我们邀演了全台知名的我们来自于宜兰的国光乐仪队，对的出现啊，现场的观众朋友手机就是一定拿出来拍不停，到哪都是个焦点。
各位呢，除了可以看到现场热闹的活动以外呢，刚刚有跟大家讲到，在脸书的部分呢，在台湾通惠情报局有做恐怖的线上直播，如果你有想来看但没办法亲临现场的朋友呢，麻烦到脸书搜寻将这个现场直播的连结分享给他，让他一起参与这场线上直播的热闹盛事。好，这个时间我们也谢谢国光玉对我们进台进行非常精彩的演出，有这个操场表演，那么后面呢还有我们的乐队都是非常专业非常精彩的，可以连续两天在这个 VIP 位置看到那么精彩的表演，真的是妈豆视角提供了视角非你莫属了，好棒好棒，也是辛苦各位跟我一队的成员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也是我们的中华慈惠道道统协会会长公，主事姚石金母。好，咱中午卖听人吼，卖环境的，你千万别开掉了哦。谢谢，感谢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是。这是我们的仪仗队，这也是我们的刚刚我记得神都团呐、啊、哈，在我们的 venue 的这个呢尬景啊，为我们掌起这个刚刚的光明灯啊，为我们来营造的这个非常美丽的光明之路哈。大家都很需要一盏光明。是。人讲话较早吼，点灯它有很多的意思，因为我感觉咱的台语就是安尼。好。好，来现场的朋友，大家注意听一下哈、哦。那给他包牛的叫金大店，所以呢，左右两侧我们再各退三步，好不好？来，左右两侧前后左右各退三步。来，卡路牛我开，哦，先叫做大店，我知影大家拢就想要去，就想要看。阿哥，哦，这真正做大店，来卡路牛出来，哦，先叫，哦，咱输赢会使顺利，咱甲新甲来甲庙前做一个参拜参礼。比较著名的熊山祖会的姚笛音乐乱嫁，我们的蜗牛非常的慈悲哈。那你那的家庭因为有那的合作关系来给咱做神通。蜗牛修到阿尊啊，对，在前面写的名字没有看到。谢谢非常感恩的你，阿弟金表。今天主宾为怀，共同来给咱送喜送贺。这并不拿是八人大交，这个扛在肩上不只是个责任啊，这个重担，我相信这些师兄们啊都扛得很乐意为他们辛苦啊。谢谢你家这一组的恭迎，首先祝你的姚笛金表乱打，感谢蜗牛送贺。那今天给大家的蜗牛王非常的慈悲，哦，不换掉恁恁这个队伍，跟大家一起呢来福泽天下。哦，今天给大家聊看到，真的是非常的 happy 了，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福气。那这一次我们也非常谢谢松山慈惠堂，今天我们参与的人数非常的多哎。那个旗子一路挥不停、啊。是，这个队伍真的是。把大家能带出来一起参与这场盛事都带出来了。对，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今天的莅临啊，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几楼辛苦，几楼辛苦，非常感谢，谢谢。哇，这个真的很感人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哈、哦。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的力量可以凝聚这么多人。是真的，尤其是咱的人家我们的东方人哦，他避暑。我等下干嘛？我明明自己觉得做得很好，可是啊，拍摄工啊，这是我也很努力啦吼。当然，有时候讲好听一点叫强逼，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要适时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情绪。对，这件事情你是有能力去展现、去呈现的。对，我们慢慢的，我们不要说哦，可以呢，步步扎实，步步耕耘嘛，对不对？好，今天呢，一定要留咱就这吼。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咱一个传统的顶头，好，包括我们的一格车，这个真的很漂亮。这是我的错觉吗？那蜗牛就导致连一格车也是特别，好像有大一个尺寸。当然，对。那每一年呢，在我们的台北母娘文化季，也是全享誉全台的一个文化季，吸引很多海内外的人潮。真的，谢谢。好，今晚我们连接的松山，那那个转场是。我昨天跟着大家到最后一刻，也是像这样，现在到八点半，完全能够理解，大塔没有离开，完全能够理解，对，真的大家非常的踊跃。那我昨天下午交班之后，我马上就冲回去南部去主持另外一个场，你知道，我一到南部的时候，大家看到我说啊，你不是在台北吃的吗？你不是在节目上吗？你怎么在这？我说是啊，是我。
所以台湾就在人在看，台湾就在人很关注这一场盛典，对。哦，咱即马看到这是咱的潜水起来，咱的月过车。哦，其实咱的台湾哦，中南部做一真水的月过车，这也是台湾的另外一种非遗的文化传统。月过车，咱今仔嘛有一点为咱的华服，那也透过这个 T 台走秀，当天的话，这个完全是大家的焦点。人要精，人要衣装嘛，对，人要精装。啊，精装的同时呢，接上这种星光大道的红毯，哇，让他们整个哇不一样的感受。谢谢，那么说来欢迎有咱的。十分秒，陈安哥，欢迎。
咱的姚玉金庙，咱的母牛信噶。来，咱一条中中门吼，爱小心去，咱是伊做咧拜庙，吼伊咧进神，吼咱慢慢来。参与热闹真是刚刚好，刚刚好，对，凉凉啊，对。所以讲话，那你爸爸妈妈非常的有灵感，我刚刚讲完，阵风就吹过，对啊，非常的有灵感哦。我也希望的信众啊，大家不要在太酷热的天气，或者是恶劣的天气当中行进。来，中游摇笛，金碧乱打，中游波流乱打。谢谢观赏波流，祖庇无怀，无量寿佛，无量寿佛。谢谢母娘。感谢张会长、李亚前李总会长，下面给大家再看一支手中花的云机的产物，欢迎，谢谢，欢迎，欢迎，挥手干虾，挥手干虾。我们
你们是在线上收看的啊，在我们的各个绕境的各个当中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留言板给我们留言，目前你们所看到的画面，还是说你们目前所看到的，一直到自己的饮料，到自己的酒，到自己的品牌，都可以跟我们及时的来做分享哦。而且我觉得说那
人跟神都一样，是都是要练习进阶的。对对对，也要考核嘛，晋级考核。对对对对。好，咱即马看到嘛是咱的圣驾车啊，有位正有咱的台北、台中啊，啊，佮有咱的。哦，这是咱的中华啦，吼，咱的来自国有庙庙所，咱的天上圣庙圣尊吼，咱的天上圣庙，哦，咱的圣驾，哦，你咱的圣驾车宾馆，来麻烦大家后退一点点，谢谢，来小心安全哦，哎，小心安全，小心安全。桥内脚太闭起了，会被唐老鸭的脚。好，大家注意哈，注意安全，麻烦大家。我是希望不要用到我的角色。对啊，其实出门在光，不管是看老家的，还是公婆来给咱哦倒茶缸，其实就是平安健康最重要哈。开心，对，平安回家。是是是，来后一台吼，咱看到咱的圣驾车，再赶快有来自咱的为咱的北甲南吼，咱就坐咱的圣驾哦，当地咱的哦圣驾。是是是，对吼，啊，搁有咱的太平嘛哦等等。哇，非常感谢这次大家做伙来给咱参悟。阿贤，你有没有看到特别非常特别的四面佛？你有看到不？我觉得台湾很不一样一个地方，是一个文化融合、大融合的一个地方。是是是。从大家好，哇，满满的人潮嘞！是哇，真正老嘞，真正老嘞哈。有，那你看得出我们的这个主办方的用心嘛、啊、哈？静雅姐姐，哎、欸，你好，你好，主播黄丽也代表快有力，哎，真的吗？对呀、啊，很开心哦，很开心来朱丽姐，哈哈，哎，美台湾妈祖文化节啦，非常开心哦，主办单位邀请到北港朝天宫的整个绕境团队，好，目前来到我们的慈惠宫前的那个介绍团队是由董监事哈、哦、副董，还有所有董事监事所率领的团队哦哈、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哈、哦，那么都是好朋友哈、哦，期待的北港蛮有特色的那个爸妈在爷爷，爸妈在爷爷了哈，哎，很久不见了，我们是北港人啊，今天哈、哦。我收下一个麻烦，谢谢。感谢干事长，感谢总干事，我非常感谢。到马仔爷爷哈，看到了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后面就是北港朝天宫，那乃天雄寺庙，那乃这个整个绕境的开路大道。那北港朝天宫金身顺开入股，有百年传统了哈，有百万单的礼数了哈，尤其是伊的排场演奏非常非常有名哈，很多的一些银神煞会都争相邀请了哈。所以哦，大家好朋友，如果想要欣赏非常精彩的排场演奏，也大家仔细听了。
那么今天吼，画的是水晶将军，就是那个顺风耳将军。它跟一般的这个庙宇哈的颜色，它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反的，对，非常相反。这不单一了嘛哈，阿水有什么要干嘛哈？哇，我美女好，终于见面了。而且我们双头的将军，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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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将军，也就是我们的啊，穿红色的衣服，红色的脸的，啊，那那件跟你演将军。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千里眼将军跟顺风耳将军之后的是什么？人妈做性格，性格中间的是那个这个，那个这个什么？这个枪，有无？那个这个挥打跟休打啦，嘿，对对对，那个叫做温江的叫做休暗枪，休暗枪，我是那很特殊的这个声音，是发音哈，你们叫做杯顶吹，杯顶吹，对，就是嘛。杯顶吹哈，那么听到如果听到这个声音，那得怎样是阿米啊？妈祖伯来了，嘿，咱的妈祖伯要来到现场咯哈。来，咱现场的所有朋友哈，咱来怎样讲吼？那妈祖伯来，咱来看谁先呐？双手来合掌者哦。咱派的中路。好，来麻烦大家，好，麻烦大家，我们的左右两边跟着朝拜，好不好？那给他打个动作，我可以哈。对哦，对哦，对哦，对哦。我们左右两侧不跟跟着一起朝拜，好，谢谢大家，谢谢。今天老的滚滚呐哈，连静雅都跟着兴奋起来了啊，真的、哦，尤其我们看到朱主办单位非常非常的用心呐、啊、哈、哦。是。哎，有的那呢，朱领委员率领所有的那呢，那呢所有委员会和朋友跟很牛的工作人员，这么优秀的两位主持人，谢谢。哎，今天是。整个老雷滚滚啊、哦、我们看到北港团结的那种凝聚力，真的一路带上来板桥这边，产生热闹的声势。我们也跟着非常的兴奋啊、哦、现场这样子的一个热闹的人潮啦、哦、而且大家非常的虔诚的恭迎圣驾哈，非常的感动啦、哦、哎 ，Hello， 而且我们所有的教班弟兄都是志工朋友，我们都好像是自己一家人，哥哥。郭哥，那么因老师是挂筒来的对吧？而且在里面都有看到一些手机。哎，对啊，哎，我们的互动哎啊，欢迎欢迎，我们吴炳俊吴副董，欢迎副董。哎，来来，中焦点，不干掉被挂，来来，天上什么？来双手合掌，来现场朋友。因为信徒相处好将，哎，对，因为咱也因为也因为咱这会相处好将哈，对啊对啊，咱恭迎信徒。信友所求所求如愿，妈祖婆拢听来着。好，来我们这边请。咱相处好将，特别我来跟妈祖婆讲你的心愿。谢谢我们板桥指挥中副主任委员李松鹤。来，中赏，中赏。来，中赏吼。来，中赏掉，咱不干掉天，中天上星掉，起驾我们的下一个行程。谢谢，感谢非常感谢咱的妈祖婆舅龙那个来送。对，妈祖师傅大家平安顺利，都发财啦！来预祝我们202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顺利圆满成功，我们等一下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感谢静雅姐。每一开哦，你那个条件哦，我跟你一定爱听静雅姐介绍家啦，哦，一定爱听伊介绍啦，哦。哎，今年我也很，哎，今年你也很幸运，你在一格车，就是哎，一格参与到培养很多的盛事。我跟今年很幸运，我可以点点啥嘛来着，我去帮他点跑哎，你点跑，我刚刚想看天神，我刚有做妈的。比下这个都好，你都丢不起啊！拜拜。其实北港的热情，大家会看得出你虔诚的心，真的就是当时会有这个缘分跟刘中妈哥，然后也是刚好也是认识的朋友，是，然后很六十会跟，我说哎，真的哎，我说哎，会晒啊，妈祖婆看到你的眼睛变大变，会，阿姨嘛看到你的心心，这么稳的呀，所以我觉得。扛在身不只是一个重担，对，哦，更是一个对于在地文化，对我们自己文化的确定。对，沿途当中啊，其实看到很多的义工，还有这些师兄师姐，沿途发这些香，是，南宫有缘者得啊，特别拼啊哈，啊，是先有妈祖婆，有，好，来接着请回来啊，请回来等等。好，你将会员票来来自咱的琼拿中心很有叫叫迎，欢迎欢迎，谢谢我们的副主委，谢谢执行长。哦，对，琼拿嘛哈，行。
连续两天。是，非常感谢副经理，谢谢执行长，谢谢。那当然，咱的整体将这首咱的歌曲，这首的歌曲来做参谋，欢迎咱的球员马胜啊，来接咱的主席配球中。哇，我每次只要看到我们的树林慈圣天后宫，就想到我们主委他有很厉害的好歌声。好，在后面呢，靠别的那边献大家了哦，谢谢。感谢恁的树娘妈，今天的支持，阿妈跟咱共同，跟咱树客气。其实我们从每一尊妈祖的圣像，你也会发现他们有不一样的仪态，哦，不一样的这个表情，还有不一样的这个年代手法。现学现卖，昨天郭董的角落是给别妈豆的，在以往的长安街官方官牌官牌的官方的官方的，对啊，随着潮流的演化到现在的韩国的温冰对哦 ，OB 还有这些部分啊，让我们所有的民新文化可以参与这样朝拜的盛事。哇，有缘者的哦，咱的这个手头啦哦，祝福大家哦，祝福大家。糖果地嘛哈，嗨，要多给我哦，谢谢的，谢谢谢谢，来来没关系，你们两个啊，这个龙眼呢，这个代表这个，我突然想不到形容词，果然是主持人，果然是主持功力深厚，对啦对啦啊，果然跟在老板身边久了，你就会了。好，李佳回首刚霞，好，非常谢谢来自那边帮给好安霞，也是连续两天，真的，李佳帮我快点哈，刚霞那边好安霞。好安霞，我们将这首中歌共同的吟唱有记得，非常感谢，谢谢。好，来，我们左右两侧，麻烦大家再稍微退一下哦，麻烦各位，谢谢，非常谢谢，非常谢谢。Thank you.
跟大家提醒，现在时间12:15，等一下稍后一点，离下午3点，在学前方的府中广场哦，有设置的我们妈祖会灯球咖，也有限量发放珍贵的精美小礼物哦，大家记得赶快去排队索取，你帮我一个来，我们下黄忠坤哦。出世大汉的所在，所以心目中，咱的开基圣母妈祖婆是郭台铭先生心中上大的信仰。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郭台铭本人他出生到长大的地方。就在板桥的慈惠宫，所以咱板桥阿明，咱妈祖金口的阿明，今仔日用家人心目中的信仰，来台基天上信仰妈祖婆，要来顺应顺服，要来祈愿，咱会当事事如意，物顺风调，平安国泰。同时，大家对着妈祖婆的脚步，会当脚踏四方，风风吉祥。所以，咱所有小等的，咱所有信众代表，会使随时着咱平常修炼妈祖婆的脚步，对着妈祖婆一步一脚印。
走一步，下一步，站一步，行一步。咱即摆现在由咱众神将，咱社员将军，恭请着咱天上圣母的圣父母，咱的执行官、执行夫人，也就是天上圣母妈祖婆的老爸老母。现在经过咱棒球注意中情，应定在咱棒球注意中，咱用热烈的拍声代替鞭炮声来恭迎圣父母圣驾。人家说百善孝为先，今天郭台铭先生以最虔诚的信仰恭迎圣父母圣驾，永驻板桥慈惠宫，不必大家会当心向福行，予咱是厝内底是大人，拢会当百里，咱的圣父母不必，予咱大家拢会当平安佮顺遂。接下来，咱要来恭请，着咱棒球主会中。天上圣母开启妈祖，咱的銮驾，小等要来顺应祝福吼。由咱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郭台铭先生所来呼叫。自细汉妈祖婆，咱郭台铭今天站在妈祖龙轿前哈，我们郭台铭先生因为信仰，所以虔诚。一个信仰，所以呢，带领着大家往前冲。随同着咱天上圣母妈祖婆的脚步，由咱第一棒球妈祖平台大汉出世的郭台铭，恭请着一心目中信仰天上圣母开启妈祖，所以这是咱棒球人的福气，也是咱台湾的福气。好，欢迎。烦请现场的信众心配合哦，我们现在有违红龙的地方，好配合工作人员的指示，好，现在让神将可以顺利前行，带来妈祖婆的心跳的准备咧，来披甲哦。来，我们要准备了哈，就在这个南新营，哎，不对，不对，啊，对，南新营。
咱南平立休站的哈，南平立休站拍摄哈，来，咱准备咱牛刷来接落去哈，过来是咱要来叫哈，咱的啊，咱的主帅叫哈，咱的开机马座，来牛刷来，来牛刷。信众，各位观众，咱茶楼牛红辉，咱海基妈祖的神轿，信众准备要起轿啊！咱麻烦各位大家来配合。好，来提醒大家哈，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家的脚步都在挤红龙，真的很怕你们跌倒，拜托拜托，麦听这一点，那右田威爽来收窄，我们前面这边拜托拜托。在哪？在边摆边摆哈。中间的出来，中间的出来，旁边。咱这边庙前正庙前天公路庙中正邦桥最中天上圣庙开机马祖銮驾起轿，咱大家用热烈的欢声来恭送着咱天上圣庙马祖婆，要来顺便说，欢声喊大声，以掌声代替别高声。每一位拍声的大声，对家己的祝福愈悬，咱用着热烈拍声来恭送着咱万桥水宫天上圣母马祖婆的万桥。用恁双手的拍声，热烈的掌声，哦，咱准备咱甲咱马祖婆来恭送起驾，来顺是咱万桥大门。啊，我们义工楼东修牛窟，麻烦一下哈，我们妈祖的圣像现在就在天公楼前面，拜托拜托拜托哈！有亚裔的亚裔，无亚裔的双手合掌。各位啊，现在妈祖婆啊流着伊欢喜的目屎，要来看到咱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郭台铭先生亲身来扶轿。为着一心目中的信仰，来帮着追将天上圣庙开基妈祖，要来顺行祝福，保庇咱保到台湾会当平安事事无灾，咱居民会当安居乐业。神威显赫的帮着妈，你就要保庇台湾人，善良的台湾人平安，那么完成咱郭台铭先生上大的愿望。感谢哈，咱天上圣庙妈祖婆。望主席，咱202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圆满顺遂。这是咱板桥人的骄傲，嘛是咱台湾的骄傲。咱郭台铭先生扶着咱板桥最终天上圣庙妈祖婆，伊是目中上大的信仰开基妈。自细汉在这间庙出生大汉的郭台铭，今日啊扶着伊的开基妈祖，要来顺行，要来护佑台湾，要来保护台湾。所以咱大家再次用热烈的拍声，来给妈祖婆，来给郭台铭先生一个爱的掌声。所以咱即摆看到吼，啊，天空下着毛毛的细雨，这是妈祖珠滴的目屎，来滋润了我们大地了吼。啊，天空产生这样的意象，人讲妈祖婆啊珠滴已经有听到，嘛有看到吼。感念着郭台铭先生用心友好，为了台湾前途来打拼，各位啊，咱就爱全力。来支持郭台铭先生，伫板桥庙口大汉，伫庙内出生的郭台铭，今日再度登来板桥，凭着伊是目中上大的信仰哈，要来捍卫着咱台湾的平安，这是咱非常的感动的一刻。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大哥，我们拿着手机，别忘了将这份感动，我们把它分享出去，让全台湾的人民知道郭台铭先生。以及扶持他的圣庙妈祖婆，保护台湾，保护前途，保护咱的子孙的决心。谢谢，谢谢乡亲的捧场，给我们三个热气球。
上江山，江山江山板桥，最高天上什么仙家？起高！大家会当跟随着马祖文化部来随乡吼，短短几公里的所在，大家会当行一步写一步，写行一步写一页，站一步行一步，啊，脚踏顺风，会当风风吉祥，祝大家吼！